谢谢。今日我们在集集现在五供花序了啊。现在所有的白净家人，所以常住法师，我们现在正准备着这个丰盛的午餐啊，丰盛午餐。祈愿家家有观音，户户有弥陀啊，我们要来带来人间的好消息啊，带来人间好消息。就是因为我们日中一时时间不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在睡觉，我们在读书啊，人们呢刚要起床，我们要吃饭了啊，所以我们用功的时间都是没有人看得到的。感恩佛陀给我们，真的是呢，人类的神印在每个当下。